我一手自证身份。哦，吉吉国王。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。Hello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我铁好皇阿玛。Hello， 好了，你一般站在这个位置，你应该就是要刀人了。不不不。嗯，那我站这，行吗？你看，行，那我站这里。呆呆王子，王大谋同族。哎，王童。这个太医有问题。王童。这太医有问题，我给你一刀。哎，我操！不是啊。我被这个门口这边待着呢，那布布就这个门，我们那个隔这个墙相望，我就在那边待着跟他钓鱼。这个布布说：“这太医是可疑，我给你一刀。”他一刀刀到醒，他一刀刀到醒醒呢。布布，你要不就是个……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给哥们干沉默了，说是过了。不是，那个太医搁那娱乐室外墙伸进来缩进去，伸进来缩进去，我就觉得他很奇怪。然后我这时候要刀太医，啊，这个醒醒也给我来个王八探头，那我怎么办嘛？我也不知道刀的对不对啊，我可能要被拘了，我好刀呀！我过了，我就在那站着，我要想刀的是太医呀，过了。我这边咋办啊？我没啥信息。我跟同桌跟大毛搁电视间那里三个人杵着三角形走位，三角形搁那站着呢，没什么信息。过。OK， 这边十八队发言，全票打给布布啊！你知道我不认的。还有那个老厨子在我这边不做好的，为什么？我和那个就啥？西恩发言。当时我跟醒醒复合是在一起的，我俩对了身份，他什么身份我知道，猪猪公主也听到了。然后呢，猪猪往上走，我们就从下边往饭岛去过去。这个不说，太有问题，我给你刀，就把醒醒刀了。哎呦，这十八是和老厨子对身份是吧？怎么说？过。不是。十八岁跟我出生在一起，我们两个刚就是从食堂出生的嘛，哎，食堂还是保安室，反正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刚往那个娱乐室那个过道往上走的时候，然后老厨子从医疗室出来了，而且是往食堂反方向走的。当时十八岁站在那儿问老厨子为什么往反方向走，然后我们仨就僵持在那儿了。然后猪猪公主是路过嘛，应该也看得到。十八 Z 是没有跟别人对身份的，那他的死应该是猜老厨子猜死的吧？那这把我觉得步步这一刀呢，听发言是可以认半拉。我听一下后这位发言，好吧？我觉得刺客狼应该已经死了。过。十八 Z 怎么可能是刺客狼？猜老厨子猜死，他这个明显他说不这刀他不认，那不说什么？不说他也不知道刀没刀对，他已经在暗跳正义了。十八 Z 直接说自己不认，那他估计就是正义被直接狙死了呗。那全票打飞不呀，我这票都点到不身上了，对不啦？过。啊，老厨子发言，老厨子是在医疗室复的活，然后和朱大强还有十八 Z。我们三个在僵持啊！你现在问我身份，我告诉你了，我是复仇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把我怎么样不了？过。OK， 猪猪说的对，全票先打飞不，因为不他跳的一个正义嘛，他是暗跳的，听得出来的。然后十八 Z 就踩他一手，直接被狙，所以说这轮先出这个不过。我这把基本可以保下来，呆呆王子和大谋就他俩那个在娱乐室下面走位哦，就不太像有刀的。先投不，好吧。当时还有谁也在娱乐室？吉吉国王是吧？熬过。先投不，国服殡仪员十八 Z 明显就是被拆的，他说这一刀我不认，啪，他就死了。然后就是这个猪不死。猪不死还搁那儿呢，哎呀，这应该是刺客狼自尽了，我们可以报身份，那你咋不报呢？你的身份呢？下一波就是把这猪不死给我刀了，
刀完这个猪不死，我们正义已经没了啊，我们正义已经没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谁呢？还有一个是老厨子，你报身份的话，如果不是刺客郎，那么你应该要嘎下一波你应该没了。我们先全票打发这个不挂。我可没说报身份啊，吉吉国王，你给我你小心一说了啊，点！你可说了啊，我小心一点。猪不死不，猪不死，挺好。挺好人，猪我现在是。猪猪，醒醒，是复仇！什么醒醒是复仇？我加拿大好有刀没？好吧 ，OK， 我是锁匠。我知道你发音很正，这把是真的很正。真的，别追我！真的，把这猪不死给我嘎了！猪不死嘎了，都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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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。谁追的？谁追的？谁追的？让开，让开。让开，太医，你给我让开，留人下。给我卡脚了，这地方怎么能卡呢？这有个栏杆哦，好像七国王跟老厨子双倒了吧，因为他俩都没了。哎呀，但他追的是猪不死，然后猪不死没有死。嗯，我后面是大谋拉奇还有西恩，然后前面是这个吉吉国王老厨子还有猪不死。那现在他俩都没了，那猪不死确实，哎，讲道理啊，该投。但我刚听他的发言，我感觉他像秃鹫在报狼，哎呀，搞不拎清了。那投猪不死吧，太医第一轮拍的景嘛，肯定是好人嘛。我在黑暗里面拍的这个景啊，我过了。O 的 K， 同住你报警没？我认你铁好，猪不死一张鹈鹕牌，当着我的面就把活哥给血了。活哥你是有刀还是没刀？先不管好吧。是猪不死追着猴哥把猴哥削了，对，猪不死。我说全部让开，我这跑嘛，我这一直跑。想到猪不死在这，然后就拍景拍进来了嘛，然后这个时候也关灯了，是吧？我也追不到他了。那这一把猪不死是一张鹈鹕牌，还有一张狼牌。嗯，盘不明白，盘不明白，好吧。但是这一轮先打飞猪不死这张鹈鹕吧，定鹈鹕啊，灭吃啊，他在他灭吃的那个猴哥。其他的慢慢盘，今天晚上先出猪不死过了。我是在饭堂，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西恩在我后面，我前面是铜珠跟大谋，然后跑着跑着关灯了，然后就没丢失了视野。但是在报警之前，他们说话我还是能听得到，然后西恩也没有超过我，就一直应该是跟在我后面。那盘不出狼坑，可以先出猪不死。然后上一把同珠大谋在我这都是好人嘛，然后同珠这把又是报警位，那能认他不？首先上一把醒醒给我报身份的时候，珠珠公主应该大概是听到了，她说她是复仇，那么醒醒为好，不不不跳正义去刀醒醒，不不不为铁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把猴哥追着珠不死。同珠说是双倒，还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然后太医说他又有刀，什么情况？我给你们票，替你们归过。我觉得现在场上所剩无几的人数来说，好人是需要我搓掉一个狼的，但是我是没有狼坑的。嗯，不建议你们先出鹈鹕，是不是？万一。你们盘不出狼坑，最后还死于狼手，得不偿失，不如让我蒙着搓，万一搓个狼，好人有机会赢。你说我说的对是不对？过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可以先出猪不死，猪不死是定鹈鹕，那反正场上已知步步步是铁狼走的，对吧？那场上撑死来还是两狼嘛。那先把你出了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过。是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同珠和太医的口供不一样，而太医视角太大了，刚刚也关了灯的。先出猪不死啊，待会我们再防一手双刀，过。太医不可能是狼呀，太医铁好，他踩的太有刀呀。
还有搁这骗，又搁这骗。太医田好，哼，猴子。哎，不对啊，李老师。就是饿，就想吃口饭，就没了，吃不上吧？就没了，吃不上饭吧？吃不上一口没吃上，我想那要命，我只要能吃一个就满足了。啊，你真是没有哟、哦、？OK， 哇牛啊！哎，早晓得，哎算了，嗯，拉曲两轮一直在我视野里面。楚楚，虽然从第一轮你的发言是做好的，因为你直接说了，因为本来我没有听到十八 Z 说那个也不认这个，然后十八 Z 被狙，你直接点票了，然后再加上刚才他太医不是视野大，大谋，刚才是因为他们确实跑在最前面，然后我是看到报警键亮了，我就直接拍了，嗯。因为我无法确定啊，所以我直接就拍进来了，就猪猪就解释一下呗，信与不信的我手指位发言，我过，大谋归个票吧，我过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在上上回合的最后一半，恩姐说了一句，猪猪醒醒是复仇，这不是暴狼吗？如果说恩姐是的话，那猪猪也是的，猪猪说他现在说他只能是个警长身份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这个警长身份做不成吧，他把那个拉起刀了。两狼在场，猪猪想打信号，双狼开双刀，游戏结束，没想到没有跟上。反正这一刀是猪猪开的呗，这一刀是猪猪开的，我觉得我这一票我肯定打飞猪猪的，先恩姐这个先不谈。如果游戏没结束的话，那就投恩姐了呀。同桌上能报警位，这一刀还是报警位，但我这身份铁好啊，嗯好啊，嗯好啊。投猪猪了，我投猪猪了。大魔，你要是归票，你也归猪猪，好吧？过了。先发言，首先第一把，醒醒给我报身份的时候，猪猪好像是听到了，我是这么说的吧？我说醒醒是那个复仇，那草老厨子说他是复仇，那我肯定不认了。老厨子铁坏，那么还有刀，那只有猪猪公主出来，全部让开。我得听他怎么说，但是王拉奇上一波的时候，我在他后面，他没有对我动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猪猪你要倒他好吧，过。首先我是警长，因为醒醒报了复仇，老厨子就是上把我是追着猪不死，想要刀猪不死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关灯了，关灯我直接把老厨子刀了。我准备报警的时候同猪报的警，因为我怕当时刺客狼还在场，所以上把我就没有报这个信息，老厨子是我刀的。然后这把为什么刀呆呆王子？因为王大谋跟呆呆王子上把说他能保王大谋，太医的身份我大概知道，他一直追着猪不死的猪不死跑，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很想被杀的身份，所以他的身份我是知道的，我是认他也好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觉得呆呆王子跟王大谋有问题，然后我直接刀的呆呆王子，因为我怕双狼双刀直接就结束了。我是警长的身份，这把我想要出的谁是谁是王大谋，过。 OK， 你能出了我，那我只能出你了。为什么你要把我和呆呆王子盘成双狼的话，那同珠他也得是狼，你把我们三个人都打成狼才行。红珠第一轮就跟我们站在一块，我们三个人站在那个饭堂都没有动刀拍案进来，第二轮还是一块，然后直到这一轮全部一直就没有分开过，就根本就没有任何动刀的机会。所以说你能踩到我，那我肯定要打飞你的猪头，过。你真打轩，我是警长。王，没想到吧？王大谋，王大谋，太医啊！王大谋自己发言滚死，我还以为王大谋拉起双狼呢！我的天！行了，滚死！这不开一首紧急任务？开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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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刀没开哟、哦。
但是奥特曼应该没有时间，没敢开。你看，你就像我，我给你一刀，做不了了，做不了了。OK， 报警真快。太医，加拿大是吧？我怎么可能是加拿大？你贴着他，你又不刀他，他 CD 都好了，你还不刀他？你不是加拿大？我坑额键坏了，我一直搁这猛拍，你可没反应说？你鼠标点啥？灵我的狙！不要姐姐，不要不要，胖胖！哎呀，你别把枪对着我，胖！你别跑！妈，太变态了！我这变态都觉得变态。我没狙，操！有狙早神水呢？我还在那玩神水他妈的！你跟猪猪双狼是吧？没有，我跟呆呆王双狼。那你们怎么不把王大头搞了呀？没时间啊，秋岛灯，我想双刀的，他先刀了，我 CD 刚好。哦，那个轰哥，我马发公屏了，轰哥，我现在马上退，马上结束了。不是打十三个也行，十三个也行。哥来了，太医，你真的很危险，开个链子，我怎么可能死了？我开一把柴子布布啊，太医，别轰轰哥，开个链子，开个链子，没事，开个链子，肯定好，可以，腿开，可以，开个链子。晚上好，我要揍你了，太医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你来了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轰轰的，什么七轰八轰的，说是开个位置，然后铁轰，链子七轰八轰，链子固定吗？要不要谈恋爱？我尿个尿，两分钟。对，哎，开个链子不如加个，哎，那么有兄弟想问了。你是什么老厨子？老厨子，红猪，你这个聪明的女人，我钻呢。OK， OK， 七 K， 我吃了仙了，谁吃仙了？谁吃仙？没刀就拉，谁吃仙？谁吃仙？那直接拉井吧，拉井吧，拉吧，哇，这是啥？嗯，操！还活了。我烫到的，操他的四条哥。那个轰轰是突那个鹈鹕走的啊，然后我们全部人是在那个饭堂的门口嘛，那时候，然后那个西恩姐刚好是要往下走的时候，这个什么阿 B 一面走上来就把西恩姐吃掉了，然后后面就直接跑了，然后我们没刀嘛，我和猪猪没刀。然后没办法，我们准备是拉铃的时候，我们刚准备拉铃，那轰轰从那个医疗室那个走廊走下来，猴哥上去就是一刀，没有尸体啊，专杀，猴哥专杀，好人点分票，打给猴哥过。是轰轰吃的吗？哎，你往饭堂里边跑啥呀？怎么回事？你瞎跑！我不是被鹈鹕吃进肚子里了，我怎么活了呀？这鹈鹕没有消化系统的吗？哎呀，好烦，活了说是，全票打给猴哥过。我不在现场，我去保安室去做任务去了，还没做完就报警了。那这把听十八 Z 发言这么正的话，吉吉国王应该是跑不掉了，我投吉吉国王 go。 猪猪侦探发言，你们想，吉吉国王一个专业杀手，为什么要去刀一个鹈鹕救他肚子里的人呢？他肚子里的西恩大傻子出来也没有烫到尸体，那么正答就是吉吉国王跟西恩是狼队友，吉吉国王为了救自己的队友专杀上去刀鹈鹕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吉吉国王，我发言的太好了，过。
光的一批发言，这一把我有重大信息，朋友们。当时大家都在这个饭堂集合过之后，只有猪猪公主还有我，好像还有一张大毛哥还是谁，在这个饭堂里面啊。然后我看仙姐往这个饭堂娱乐室的右边出去了，我就跟着她往上走了，因为我以为他们是两三个人一起上去的，但是只有她一个人好像。我一直没有追上她，她走得很快，她从武器房绕了一圈回来之后，我就没看到她了，就是到这个就是武器房旁边那个走廊我就没看到，但是在这里我看见了命案发生现场，就在拉警前的前一秒，不把一个绿色的鸭子刀了，我怀疑是这个呆呆王子啊，但是这个老厨子我是没有看到在哪里，好吧，我没有多的信息了，过。那我们先不盘这些吧，这些信息我们晓得了，那这一轮就还得清一下极光王发言，但是归票不能让他归，归票肯定要归这个极光王，他待会肯定要说出西恩或者说出不。但是一定不能分票，就出吉吉国王，不，专业警长是吗？猴哥，来给你发言。我在饭堂，然后饭堂还有谁？一群人，我刚走到那边，然后下面就开始叫，就，那个说轰轰，多说吃人了，轰轰吃人了。然后我走到那个武器房那块，谢谢蓝莲汉阿吉汉的前提，然后太医这边发言，一定不能投猴哥，要投就投西恩。多投我，过过过过过过。行，恩姐，吼吼，你怎么不一起玩游戏呀、啊？吼吼，吼吼来了吗？不说话了，说实话。他在吗？吼吼来了吗？应该不在。啊，吼吼来了。没听到他说过。可烂了，一句话没听。你在干什么、啊、你在干什么呀，你个鹈鹕，你往饭堂跑什么玩意儿了啊？我在这吃嘛，你都吃完了你就跑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在旁边叫声消啊，我要说是猪猪公主吃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寻他们马上派人了、哎、派人之前我直接刀一手神出鬼没。哎呀，哎呀，幺幺零，那幺幺零不香吗？你看我一来，你赶紧闪开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没配合好，哎、来下吧，没配合，真没配合，没配合。哎，不然我赶紧扛一回啊！你啊，垃圾！哎呀，这么多人！西恩发言，首先。我和王大谋在对身份，然后不给我说了一声，然后我去的饭堂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听到了十八说了一句你们来吧，然后我上去刚看着朱大强他往前走了，我想回去看一下朱大强走的地方有没有尸体，等我回去朱大强搞了、哎、那么王大谋在我后面全程没有说话，那么他是应该是好人，什么同珠八珠珠珠公主啊应该都不是好人，因为而且猪猪公主上一把发言说我是狼，那我这一把我就打猪猪公主，过。不能打我呀，我打你的理由很充分，就是从鹈鹕肚子里出来烫到鸡腿的优先级很高的，但是你没有烫到，是 EBZ 烫到，这把我全程跟 EBZ 抱团，在这个娱乐室最底下我出不了道，你打不到我身上，EBZ 是可以归票的，他这把是白板鹅，过。光的一批发言啊，就是熄灯的时候，就我就去做任务了，然后刚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个仙姐就拉紧了这样子的，然后当时好像谁还在我前面来着，没看到，只看到一个脚脚就走了，过了，但是我跟仙姐是在一个地方的，过。OK， 这里大伯发言。那西恩能认他是好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怀疑大强可能是当时关灯了吧，反正就是刚开始就关灯，然后一路关灯，然后一群人去修那个电，我是跟在后面没说话，我也没看到你们那个现场，但是就根据那个你在肚子里面抛出来猴哥专杀，但是是 18Z 才到的尸体这一点，再加上大强有没有可能是个加拿大都有可能，过。我在灯黑的时候只听到十八 Z 在那个
娱乐室一直喊猪猪你在我下面，你别动，你在我下面。但我不确定他们的位置在哪，但一定是在娱乐室的附近。然后我就在娱乐室左上角的位置就拍进来了。好吧，我过了。我想想看，先主要是十八 C 和仙，你想想他们两个一起出来总有一个人要拍进。哎，你关了，我像个傻逼，我为什么把这个聊天框打出来了？都拍进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单从这一点打仙的话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导播，不一定可以打的啊。我十八 C 反正他汤鸡腿的挺好的嘛，听到鬼票我们过了。哦，我的天，同珠，你这个发言的话，那么在我的视角里面的话，就不是那么的好了。猪猪他这个发言，无论是逻辑什么，很清爽。猴哥专杀，对吧？把轰轰一壶刀了。恩姐如果说在轰轰肚子的话，他从里面抱过来个第一瞬间，肯定会是他的尸体，而不是旁边一个 EBZ 去刀到的尸体，捅到的尸体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这个早就有了。嗯。我觉得猪猪这一点有把我说，我养鸭，但是我听一下十八 Z 归票吧，十八 Z 肯定是我养鸭钻石粉丝，不是钻石粉丝。OK， 我不想出西恩，也不想出猪猪，我想出谁呢？我想出这张没有信息的黄那个醒醒，同桌聊的也挺好的，他当时在饭堂的话是吧？当时黑灯也没看到，对吧？他没有去刀我，那我也能认他做好嘛，对吧？但醒醒他的发言是什么？我身边是有西恩姐的。你能看得清吗？到我到报警前到报警后都没有开灯，你是怎么这么清晰的呀？我想从这个醒醒啊过。你这票归到我心坎儿里去了，我他说完话我就觉得哇塞，可恶啊！我也是，他说完话我都想，哎呀，我在我的视野里是亮着灯的呀，可恶！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小儿，你多大？你的视野里面亮着灯是吧？说的就是你视野大。你几岁？你到底多大？我二十多岁，快三十了。我操，这么大？嗯，这么大？我说我们不收童工。对，我们这里不收童工。一提到我们的小男孩，我就喜欢小孩，没事，我吃小孩。对呀，我也喜欢吃小孩的。你今天一口都没吃上呢。哎呀，吃了个吃了个大胖小子，说是没办法了。个大胖小子跟大胖小子，我得跟着他，我的魂都得跟着他，追着他吃。还是哥比我都大。那你们是好人脸还是烂脸？好人啊，一直躲着的我们俩。好人脸，好人脸，我们只想打个脸，你们别打我们，我们真的好人。刀一个狙的赢不了啊。我都不带怕的，有刀就刀我。仙姐不是狼，仙姐是狼，已经刀王大魔了，真的。嗯，那真好，结束吧。别急呀、啊！我现在也养成了报警的习惯。同珠面刀出同珠过。别急呀、啊。嗯，出同珠。你们谈恋爱好变态哦。开个玩笑啊，并不可能这么变态啊。这是一个虚假的恋爱，就这么一场。太医分手，过。没什么，反正你们两个都要去死，分不分的。哎，怎么没有那个？怎么没有任务？也没有。因为没好，兄弟们，现在有个东西大家可以领啊！这个位置有个钻粉联赛，大家点一下。这个位置有一个钻粉大礼包，我看着吗？行，大毛，只要你是钻石粉丝，你可以领取。可这件事说不知道能领到什么东西，大家可以领一下。哇，这个太亏碎了！你们太亏碎，脱裤子不认人啊！提裤子不认人，粉丝大礼包，脱裤子不认人。OK。嗯，哎，都去那个，都去死吧，你们两个。等会儿再翻。你什么呀？怎么一说话就卡了，像精神病似的？怎么一枪两个结束了？我靠！我讨厌，真的很讨厌。花叉就是一刀，领点东西了，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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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你怎么实际上是啥呀？哎呀，忘了你们都黑了吧？哎呀！被我们单防住了。嗯，对对对对。前一秒还看大强活着，后一秒没了，给我吓懵了。大强过来想吃尸体呢，大强。是啊，我
蹬着腿去的。猴哥不是猴哥，对仙姐猴仙姐猴哥专杀救你出来。给你开个锁、啊，我是最严重。